比翼鸟一族的贫婆果，对于凡人而言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用。这个你有否听说过？怎么了？凤九曾因报恩之故，被一果凡夫所救过。这个凡夫因他而死，后来他回了青丘，在想救回他。贫婆果这桩事，我感觉凤九的反应挺奇怪，便回九重天询问司命，倒是问出了一桩和你有关的事情。 小白的事同我有关系，很正常。据司命所言，凤九当年为了救人，将自己的皮毛出卖给玄之魔君聂初银。聂初银霸占他的皮毛之后，另借了他一身红色的灵狐皮，暂顶着。你的意思是？ 我走失的那只狐狸是小白。听说他小时候被你救过一命，一直对你念念不忘。多年前太成宫采办仙娥时，凤九央司命将他弄入你宫中，当仙娥。但不晓得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注意到他。后来你被困在十恶莲花境中，他去救你，化作灵狐跟在你的身边，听说是想打动你。 可后来，你却要同姬恒大婚，是不是有这么桩事？你同姬恒大婚前，他不小心伤了姬恒，你让重林将他关了起来，又许久没有理过他。后来重林看他实在可怜，将他放了出来。可姬恒养的那头血狮，差点将他弄死。 幸好后来被司命所救。据司命所言，那次他伤得实在是重了，在他府上足足养了三日，才养回一些神智。你不理他，又不管他，也再没找过他，所以他伤好了之后，直接回了青丘。当时，怪不得你上天下地再也没有找到过他。 我就觉得奇怪，一只灵狐而已，即便是突然走失，也不可能走失的这样彻底。东华，我琢磨这些事，多半你毫不知情，所以特意跑来告诉你。你说的不错，我的确不知。 现在小白的心里大约还在记恨着我，我想想应该怎么办。这原本第一名的贫婆果，非要被你临时换成什么一篮子蟠桃，我当时看凤九的脸色就不大对，所以你还是先去看看他，怕他出个什么万一。小白的脸色不好，你以为他当初为什么去凡间？那个凡人。 就是你当时在凡间历劫时的大将军，他是因为你去的凡间，现在他为了救人，好不容易到手的贫婆果又被你轻易换走，他的脸色怎么会好？所以赶紧让你去看看他，以免误会越来越深。冰块脸，你太让老子失望了。 你怎的还有闲心在这跟人站着聊天啊？老子虽然喜欢姬恒，但也瞧不上你，把原本该是小九的东西拿去送给姬恒讨他欢心的样子。小九现在知道你从来就不曾打算把贫婆果给他，伤心的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你说小白怎么了？
殿下。帝君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会不会是庙医院有什么状况？小白。